罗马书第三章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。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只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